还是接着上午那话题说啊，就是你投资买房子呀，我觉得搞民宿比长租靠谱啊。当然可能有很多地方的这个房子不让开民宿，比如说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公寓，这种房子就开不了民宿啊，不允许开民宿，如果要被发现的话可能会罚款。但像一些独立屋什么的，或者是允许开民宿的这个公寓，就公寓允许开民宿的地区啊，这种你就干脆运营一个民宿算了，这样呢就不会被一个租户套牢啊，就是遇到这个不靠谱的这个租户的就是住户的概率非常低。因为你像这个 Airbnb 什么的，它是这个用户跟房东啊是相互打分的嘛，基本上就一个人入住之前多少会了解一些啊，有的那个评价不好的你都能会发现。另外这个 Airbnb 这种啊，这个相对来说收费也比长租要高一些，但是好像有的地方运营不能超过多少天吧，我记得好像有很多地方是运营不能超过180天一年，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，你具体还需要再查一查吧。不过各地的法规啊，对民宿管理也趋向更加严格啊。要做的话也得早动手，可能越来越严了，对这个民宿的管理。反正看了几个租房啊，遇到这个不良租客的这种新闻啊，我是打消这个念头了，我是不想去买个这个出租房了。就像我最早说的一样，就是到这儿来买房啊，就是不是自己住坚决不买啊，这是我现在的心态。而且呢就是不打算常住也坚决不买，对一个地方考察好了就打算甘心在这儿住上几年，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这种情况就可以买。如果要住的时间不长，打算往外卖这个房子，那就算是瞎折腾了，我觉得瞎折腾的话，我觉得不但赚不了钱，有可能还会亏钱啊。不光国外，我觉得国内的大环境也是这样，就是你要买房啊，投资就算了，你要打算自住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买。打算是投资的话，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好时候了。